一次普通的交通事故，却意外撞出了一具女尸。 尸体被封在桥墩的水泥里，可是这座桥刚竣工不久，尸体却有很严重的干瘪迹象。随后法医尸检的时候，又从干尸体内发现了红豆和黄符，种种迹象表明，此次的事件并不简单，很可能和某种邪教组织有关。警察将嫌疑人锁定在运送混凝土的司机身上，随后根据地址追查，却发现竟然是一座佛堂，而且所有人都不认识司机。看来当初登记的是假地址。正准备收队的时候，却遇到了一个牧师，此人一副自来熟的样子，并且旁敲侧击打听案件的进程。可是警察忙。 忙着继续抓捕嫌疑人，根本没时间搭理他。可是牧师却默默的记下了关键信息。原来牧师开了一家宗教问题研究所，专门调查那些打着宗教名义骗财骗色的邪教组织，靠着对其揭发赚取稿费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神棍打假人。最近他们盯上了这所叫鹿野园的佛堂，并且安排助手混入其中。可是助手却没有发现猫腻，反而觉得这所佛堂更加正统，因为他们从来不收信徒的功德费，反而还会施舍贫苦的信徒。 唯一的疑点就是这所佛堂竟然不拜神佛，而是拜将军。可是这根本不能造成爆炸性的舆论，于是决定继续观察。恰巧碰到来这里办案的警察，更是得知这所佛堂可能和命案有关，于是他来到宗教协会总部反映情况。可是院长表示，这样的佛堂全国不下三千家，而且就目前来看，并没有什么不妥。就在牧师准备回去的时候，一个大师却告诉了他一个切入点。 자체적으로 해석하거나 아니면 불인과 경전을 쓸 경우. 그래야 너희 쪽 중단 집행부에서도 압력을 넣을 명분이 생긴다. 果当天晚上，牧师和助手就潜入了佛堂，在寻找经书的时候，却发现了一个密室，这里明显有人居住，而且还发现了经书。这时助手开了灯，两人都被墙上的壁画震惊到了。与此同时，警方已经找到了嫌疑人铁镜母亲的家里，准备守株待兔。可是这时铁镜却打来了电话，和母亲做了最后的告别，随后从楼顶一跃而下，就这样吊死在了半空。第二天，嫌疑人铁镜自杀的新闻就冲上了热搜。可是牧师的调查并没有结束，他托关系找到警局的朋友，拿到了铁镜的所有资料。原来。 铁镜小时候就进过少管所。晚上，他们找到大师帮忙解毒，竟然牵扯出来一桩更庞大的阴谋。他们发现，陆野原拜的并不是什么将军，而是密宗的四大天王。他们本是印度的恶魔，后来被佛祖度化，皈依了佛门，才成为了抓恶鬼的神。根据地图搜索定位，同时也发现了其他三个陆野原的位置。可是他们为什么要祭拜四大天王呢？随后，大师又拿出他们偷来的经书，里面竟然记载了他都不曾听闻的降魔经。经文中记录了四大天王与蛇的战争，而这篇经文的作者是一个叫金帝士的人。他们百度查询此。 人竟然还是德高望重的东方教教主。为了了解更多的信息，牧师找到了研究东方教的专家。从他口中得知，金帝师的造诣很高，很多的佛教团体对他都很忌讳。而他也确实是达到成佛的巅峰之人。他在一九四零年的时候异常活跃，甚至连日本的总督都尊他为师。可是却在一九八五年的时候，又突然解散了一手创建的东方教，据说是为了闭关写一本经书，后来就消失在了大众视野。不过按照时间来算的话，金帝师如果还活着，现在都已经一百一十六岁了。 就在这时，牧师发现了金地市曾经捐助少管所的记载，而自杀的铁林曾经就在那个少管所，线索终于连上了。牧师很快就找到了少管所，并且以捐助的名义见到了所长。通过所长，他们知道金地市不仅捐助了少管所。 而且还收养了四个少年犯，他们竟然都杀了自己的父亲，其中就有那个自杀的铁林。后来经过调查，被收养的四人竟然已经死了三个，他们全部都是杀人之后选择了自杀。最诡异的是，他们杀的全部都是未成年的女孩，目前还活着的只有这个叫罗汉的男子。牧师感觉这和鹿野园佛堂都有脱不开的关系，他们就像是金地市的四大天王。是于是牧师决定去跟踪唯一的存活者罗汉。这个男人瑟瑟发抖，不是因为他的房间有无数吊死的女尸，而是因为他遇到了更可怕的事情。不久之前，他盯上了一个。 未成年少女正打算进屋做点什么的时候，院子里的一个杂物间里，一个浑身是毛的诡异女孩开始吟唱。天空中集结了大量的乌鸦，不不死活的冲进女孩的房间。男人被吓到了，慢慢的退出了屋子，而且发现了这个诡异的房间。他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 男人吓得立马起身逃走。他房间里的女士其实都是他杀死之人的亡魂，这就是牧师正在寻找的罗汉。罗汉睡醒之后，打算开车离开这里，而一辆车却跟在他的后面，正是蹲点许久的牧师。他一路跟踪罗汉，竟然来到了陆野园的祖屋，而且见到了养父金帝时，他竟然真的没死。 而照顾他的这个男人是他的亲传弟子罗汉，向大弟子说起自己遇到的怪物，可是大弟子告诉罗汉，女孩才是真正的恶魔，只有杀死他们，才能让养父继续活下去。而紧随其后的牧师，则是撬开了罗汉的汽车，拿走了车上的资料。不久之后，罗汉开车离开了总部，牧师在后面继续跟踪。可是罗汉突然倒车撞向了他，并且拿走了资料，理都不理牧师，直接离开了现场。为了弄清楚四大天王的真正目的，牧师托朋友帮忙，找到了一个西藏的得道高僧。高僧告诉牧师，佛教中的明灯就是指弥勒佛， 金帝士就是弥勒佛的转世，他曾亲眼见过他的十二根手指，而且至今仍然活着。牧师的脑袋都被雷劈了。高僧解释，藏传佛法流传到日本之后，他们认为只有永生才是成佛的关键，听起来更像是脱离六道轮回。而这个西藏高僧曾告诉金帝是一个神谕，在他一百岁的时候，他的家乡会降生一个克死他的女。所有的线索连到一起，真相终于大白。原来金帝士得知了高僧的预言之后，所以解散了东方教，后来创建了鹿野园佛堂，并且撰写了《降魔经》。金帝士收养的四大天王。 就是为了杀掉他的天敌，而根据经文中的记载，也推断出了最后一个幸存者的信息。而此时的山上，罗汉已经抓到了最后一个女孩。女孩问罗汉为什么要杀他，罗汉说他是恶鬼的转世，死亡只是为了投胎，希望下辈子他可以修佛。接着就要动手杀了女孩，女孩却求他也杀了自己的姐姐，因为她的姐姐是真的恶魔，他希望姐姐可以转世成人。 罗汉的脑袋都让雷劈了，他瞬间想起了那个铁门里的怪物，也许他才是养父的天敌。于是他立马往女孩家里赶去。可是当他打开铁门之后，立马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了。之前浑身是毛的怪物褪去了毛发，还摆出了佛印的手势。罗汉瞬间崩溃倒地，因为他看到眼前的人竟然也是六根手指。一个女婴顺利降生，但家人们却表现得非常惊恐，因为十分钟前出生的姐姐，她不仅浑身毛发，而且有六根手指。她甚至在母亲的腹中就开始啃食妹妹的大腿。医生说这种畸形儿活不了多久，所有人也就。 就没当回事，可是之后母亲就去世了，父亲也在一个月后上吊自杀。时光飞逝，妹妹已经在爷爷奶奶的抚养下长大成人。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那个怪物姐姐也没有死，爷爷也很恐慌，他不忍心将孩子抛弃，也没有给她上户口，就是把她锁了起来，像牲口一样每天喂食，而且他们还要不停的搬家，因为只要他们住过的地方，家畜都会莫名其妙的死亡，村民们会请来法师做法，但是根本没用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男人绑架了妹妹，才得知女孩竟然还有一个没上户口的姐姐。当他想去干掉怪物姐姐的时候，姐姐却说。 他才是佛，男人的养父才是恶魔。最好的证明就是这十二根手指，这让罗汉的世界观开始崩塌。 于是他决定去找养父验证。他来到了养父的病房，发现养父真的只是五根手指。这个时候，养父的大弟子说给罗汉看的东西，转身拿了一把喷子，对着罗汉就是一枪，然后又回到师傅金帝士的病房，摘下了他的氧气罩。随后他开车离去，打算亲手去杀了幸存的女孩。可是就在等候转弯的时候，被后面的车子追了尾，而撞他的人竟然就是牧师大弟子。不想与他过多纠缠，就想开车走人。可这时牧师却称呼他为金帝士，原来他才是真的金帝士，而被拔掉氧气罩的人才是他的弟子，因为。 金地市的真正面目只有他的亲传弟子见过，而他也确实是弥勒佛转世，而且拥有不死之身。可就在高僧告诉他将会有他的天敌降生的时候，他的眼神就变了，从此佛变成了魔。金地市启动车子继续前行的时候，被他打伤的罗汉却出现在了后座。原来同样是牧师救了他，他趁着刚才追尾的时候爬上了车子，而此刻他也已经幡然醒悟，金地市只是把他们当成了棋子。 为了一己私欲，残害了太多无辜的女孩，他狠狠的勒住了金地士的脖子，想要铲除这个恶魔。结果车子不受控制发生了侧翻，可是金地士却毫发无损的站了起来。罗汉突然想起那个正佛给他的打火机，于是他毅然决然的点着了泄露的汽油，最终预言成为了现实。金地士被大火烧死，罗汉也完成了佛给的指引。而妹妹这时也回到了家里，她的姐姐也随着金地士的死亡而功德圆满。他来人间的使命就是消灭心生恶念的弥勒佛。